两个饼子，没事的，两块14块钱，加两块14块，14块，再弄6个韭菜的，好，6个15，6个韭菜多少钱？15。2.5一个，对，15、14。好，来看看我这个。我买错了，要这样，还要那样的。家里怎么那么多人呀？都是大饭呐，饭。那怎么不让他提起来吃呀？哎呦，他就都难的那个。我给你30个的。好，我再给你拿个饼子，好吗？好，行。我再给你拿个饼子。韭菜的，我先给小朋友一个韭菜的啊。那个我还少放掉了。嗯，行。这个没有了，要这个的。都得有一个。韭菜的都要磨辣椒。好。哎呀，我差点给忘掉。差点忘了，回来再来补。这个小朋友还2.5块。我说现在没有呀，有了呀，我现在要给你做呀。还要什么呢？不能插队呀！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我能让你去插队？你我领吗？我怎么他们是你妈妈？我卖得完。问你是我亲戚。